我们时不时就会听到一些关于投资房地产的恐怖故事，也许是从你身边的朋友、同事那里，也许是从网上看的。今天我就要来讲三个房地产投资的恐怖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来分析一下这些故事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。 美东时间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，北美掘金将举办首届线上赚钱大会。我们不赌未来，我们就讲当下，你如何抓住当下就存在的机会。最后一天闭门会，黄永明还将首次公开独家投资策略。这个赚钱大会你绝对不希望错过，名额有限，现在进入官网报名，锁定你的席位。 我是北美掘金黄永明，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向你问好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，我是一名全职的房地产投资者。在这个频道，我上传数以百计的视频，帮助你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做对，以便让房地产照顾好你很久很久。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我的视频，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你看前面我所说的这一番话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，就是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做对。 为什么这句话特别重要呢？那就是很多人一开始是做不对的，一开始会经历很多的曲折，走很多的弯路，踩很多的坑。那好一点的是，这些人他后来成长了，慢慢变得越来越有经验，越来越成熟了，真正把房地产这一条路给走通了。还有一些人呢，非常可惜的就是。 在中途就放弃了，甚至是一开始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了。我这条影片就是为了让你不成为后者，不是在房地产当中稍微做了一点尝试，然后遇到了问题，甚至只是听到别人讲了一些恐怖故事，然后就认为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 就放弃掉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真的是太可惜，太可惜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房地产投资建立财富就像是爬山，你在爬的过程当中确实是艰难的，因为你在向上走，你是会遇到一些吃力的时候的，你会遇到走弯路，你会遇到挫折，遇到障碍。 但是有一天你爬到山顶的时候，那个风光，我告诉你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平时呢，时不时就会听到有一些关于投资房地产的恐怖故事，也许是身边的人跟你讲的，也许是你从网上看到的，比如说媒体当中的报道。 我们今天就来看三个恐怖故事，我们看看这些恐怖故事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？他们是不是真的像讲的人所说的那样那么恐怖呢？这当中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恐怖故事，这是一类故事，它大体的走向是这样子的：说某某某移民到美国来，拿了一大笔钱过来，这些钱呢，也许是在他原先的家乡积累的。 或者呢，是他把以前的房子卖掉，拿了一大笔钱到美国来，然后发现美国的房子很便宜，一口气买了十套二十套的，就想靠这些房子的租金过上退休生活。那他确实买了一批房子，但是后来。 好景不长，很快就发现这些房子，第一持有成本很高，第二租客经常欠缴租金，最后呢导致自己甚至还不起房贷，或者是交不起房地产税，房子被拍卖，变得一无所有。这样的故事通常给你一个结论，就是你看美国买房是一个大坑，甚至给你一个更远一步的结论，就是你看美国不是天堂，不值得去的。 你如果当初不移民美国，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吗？好，这样的故事，我们做一个类比，它像是什么呢？就像我告诉你说某某某他去开直升机，然后把直升机给坠毁了。所以呢，直升机这个东西是不行的，它是飞不上天的。那现在你看出来这当中的问题在哪儿了吗？问题就是，那这个某某某他学过开直升机吗？ 他如果没有学过的话，他把这个直升机给摔了，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看过这样的一个数字，让我非常的惊讶，说美国百分之六十的房东在出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是不筛选租客的。哇，这个真的让我特别的震惊。 百分之六十不筛选租客，那我问你，那这些租客如果出了问题，他们的素质很差，甚至是不缴租金，跟你胡搅蛮缠，是不是就很正常了？因为你一开始见了一个人，不管他是谁谁谁，你就让他住进来了。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能不能给你按时交租呢？你不知道的。我还经常听到身边有一些人呢。 他们筛选租客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跟这个租客聊起来，觉得哎，这个租客特别的友善，说话的态度很好，说话很好听。只不过呢，他现在没有收入，没有工作。但是呢，他说我正在积极的找工作，我一旦找到工作，我有了工资，立马就付你房租。这样的人，你能让他过来租你的房子吗？ 我相信我现在这么问，你会觉得对啊，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住我的房子的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，很多人都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去出租自己的房子的，或者还有人认为说，我只要对租客足够的友善，我的态度很好，我甚至是付出了真心，付出了情感，那我会获得回报的。你看。 所有这些思路和做法，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？就是没有把房地产投资当做生意来看待。你必须把它当成生意来看待，你才能够获得成功。什么叫当成生意来看待呢？就是你要有一套系统性的标准、系统性的方法和流程来做这件事情。你怎么选你的？ 标的物怎么选？那些投资房，刚才咱们故事当中讲的，我拿一大笔钱到美国来，我看房子很便宜，我上来就买了十套、二十套。问题在于，你买的这十套、二十套，它的区位怎么样啊？它是不是处于那些很糟糕的社区啊？那很糟糕的社区，你会遇到很多很糟糕的租客的。 所有后面你遇到的头疼的问题，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得到。你有没有正确的去筛选租客？那租客不缴租金的话，你有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方法去处理？不是说租客他对你态度很好，你就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信任他，等他去把这个租金给你交上来，而是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但如果你有第二次的话，我一定要把你清退掉的。 这是生意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给我交租金，你就得走人。我是在做生意的，我不是在做慈善的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是我看到有人把加州的房产卖掉，你知道加州的房产很贵啦，然后他到另外一个房产便宜的州买了十几套房子，把他们做成出租房。重点是。 十年来，房租只涨了二十块钱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他觉得我在做好事儿，因为当地的房价很高，人们买不起房子，租金也很高，租不起房子。我现在呢，让我的房子的租金维持在一个低的水平，这样的话，我能够帮助到这些需要住房的人。这个故事其实听起来没有那么恐怖啊。 但是呢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，它是一个恐怖故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记住这句话：你必须要赚钱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别人。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当中，如果说十年的时间，你房租只涨了二十块钱，那我问你，你能够有效的维护、维修你的这些房子吗？你的钱来自来自于哪里啊？你能够？ 交得起房贷、房地产税吗？或者我们再往前说一步，你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吗？因为如果说你不赚钱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房子维修好，你更没有办法去买更多的房子，以便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我现在呢，在非常努力的买出租房，就是我认为只有当我买更多的房产的时候。 我才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。你的生意第一要务是什么？就是要赚钱。你的生意必须赚钱，你才能够帮助到别人。千万不要认为说我现在呢是乐善好施，我这个房子我就把它做得很便宜，那么你这个生意是没法维持下去的，没法发展的。所以最终你伤害到的。 是你这些客人，如果我们把它当做客人或者是客户来看待的话，你伤害到的是他们的利益。你必须赚钱，你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服务好你的客人、你的客户。我们来看第三个故事，这也是一个真实事件，我看到的，有一个美国的富二代，他自己白手起家，花四十万美元买了三栋破房子。 做成出租房，为什么说他是富二代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很有钱，他父亲有两二点五亿美元。然后呢，他有三十年的房地产投资经验，其实也是穷人出身。那从一开始非常穷，到后来做到拥有很多很多的酒店，拥有二点五亿美元的资产，花了三十年的时间。可是呢，他的儿子并没有。 从父亲的那个阶段起步，开始进一步去做投资，进一步出发，而是自己开始从零做，四十万现金买了三栋区位很差的，一看就是租给那些素质很低的租客的破房子。注意这当中，你看哪一件事儿做对了？ 哪一个元素都没有做对。第一是全款买的，第二呢还是很糟糕的区位的房子，低端的住宅。其实他如果有这四十万现金，他用杠杆去买的话，他能够撬动一百到两百万美元的资产的。如果他那么去做的话，他那些房子的品质，他那些房子所在的。 级别段位肯定比现在这些要好很多。那他没有做对的地方在哪儿？就是他没有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出发。虽然他的父亲是房地产投资方面的专家，是大牛，但是呢，他不听他父亲的，他要自己从头开始做。你看，他就要重复他父亲原先走过的老路。 他要把所有的这些波折、弯路、挫折全部都经历一遍，他可能才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或者是相同的结果。但是如果他从他父亲已有的这样的一个层级开始出发的话，他能够达成更大的多的成就。我们讲了这三个故事，我们看出来什么？ 你要把投资房地产这个事儿当成生意，你要基于前人的经验出发，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的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好的。所有那些恐怖故事，无非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原因，才成为了恐怖故事，并不是因为房地产投资这件事儿是不成立的。就像刚才咱们。 打的那个比方一样，你让一个没有学过开飞机的人去驾驶飞机，这飞机如果不坠毁才稀罕了呢。八月十九号到二十一号，连续三天，我会在线跟你讲解如何投资美国的房地产，如何赚钱。重要的是，让你从一开始就把房地产投资这个事情给做对。 而不是遇到很多的挫折，经历很多的弯路，最后自己放弃掉了，那真的是最为可惜的一件事情。你得知道房地产投资的游戏规则，你得知道在美国建立财富的游戏规则。这是一个游戏，当你知道了游戏规则之后，事情就会简单、靠谱的多。你得把它当生意看待。 然后呢，他会给你很多的回报，你能够实现财务自由的，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我们现在呢，大会的报名已经开放了，你只需要登录官方网站永明 life.com 就可以立即注册报名。但是注意，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你需要抓紧时间。接下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希望在大会上看到我讲什么。 你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那刘平呢？我们会随机的赠送现金、礼品卡、我们的书籍还有课程，希望你能够有好运。在下一节视频当中，我会更多的来讲解在美国如何投资理财、建立自己持久的财富，这些信息对于你来讲非常重要。我们在下一节当中见。